Hello， 大家好。So， 今天我是 Win，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2019年的股票整年的回顾一下。So， 就好像今年的BAT 其实跌得蛮惨一下。So， 就是说这股票哦，在这个情况要怎样赚钱呢？是不是像以前一样一直买多多个股票，然后就能赚很多很多钱？以前跟着 Warren Buffett 来说是可以这样赚钱。不过呢，现在的话其实是你看市场一直在变动，所以唯一会变的东西呢就是变咯，对吧？一直的在变着。所以在今年的策略呢，我采取的是比较多的波动性的策略，就是说我用的策略就是买进去，然后我会关注价钱。因为以前人家一直说关注价值，关注价值投资到底有没有错呢？其实关注价值是第一个指标了，就是第一个 filter 你一定要做的东西。所以像我以前教过的学生啊，之前的所有人，我都要求他们首先就是要先找出那一个公司的价值，然后第二呢，就是以前我还没有教的就是价钱。 OK， 价钱这一方面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买股票让你赚钱让你亏钱啊，让你盈利获利的都是价钱。 OK， 影响你心情的是价钱，给你安全感的是价值。 OK， 一个股票如果你要有信心持有的话呢，其实是要找出有价值的咯。就像我说它的 PE、 它的 EPS、 它的 DY 让你舒服。不过在这个价值陷阱里面，就好像今年的 BAT， 你也是要看大环境哦。就如果我说 BAT 来和巴厘尼比的话，你看巴厘尼在昨天12月12号 Shopee 啦、Lazada 都，你知道吗？大促销。不过巴厘尼的股价也是大促销哦，下到3块钱，有人买到吗？有买到的话我就恭喜你们，那么没有买到的话，昨天它下到 3.07 它的 closing，说今天有人买了，一路推到3.21。这个股票的价钱，它的价值真正会在哪里呢？我相信会在3.5块左右了。就是这一个巴厘尼的股票，因为这一季的盈利其实是上升了，不过股价却下跌，所以我觉得它的上升空间是有在的。相比回刚才我讲的 BAT 是一个香烟的公司，说香烟的公司在这些年来，你身边朋友还有没有抽烟？可能你身边都已经没有朋友抽烟了，就是比较少，或者抽所谓的电子烟，所以这一个局势会比较难挽回了。就是你看这个股价，我相信 BAT 以前最高的时候在80块左右，说跌到一直，你知道吗？40块、52块、40块、30多块。幸好我操作它是以买抢反弹的方式来买，所以赚了一些。不过现在自从17块多。的时候我其实也亏了一点。 OK， 放掉，没有想到它下到今天的15块、14块，可能12块要来了。所以这个公司为什么会那么多人跌入这个陷阱呢？其实就是focus 错的地方，你们一直 focus 在所谓的基本面。其实这基本面在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，因为它会让你套在这一个你想象中的美好。你想象他会给你股息，你想象哦，股息2块钱，其实没有了。 BAT 已经不像以前给2.56块，56% 的那个利率等等，已经不再是历史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建议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环境，而且只买你熟悉的公司。其实香烟这个东西，你用你要理性的思考，我们去想一下，连咖啡店有些都已经没有卖香烟了。 OK， 有些地方你知道很多抽烟的地方都 limited， 那么呢抽烟的老一代人就慢慢的减少，那么新的一代来的也比较少。 OK， 那么这个东西就比较难 sustain 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只是一个很 casual 的，那么一个有感而发和大家随便分享。当然这个 video 也不会 edit 太多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就只是 casual 而已，我只是想要和大家说几句话，让大家还知道我的存在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